the last half of this competition with only 10 of you left. 跟我合作过的都死了。我就是你第一个不会被淘汰。果然，我最担心的事要发生了。难度真的太高，因为一直游泳。 We're always being swept to and fro, to and fro. 旁边全部都是礁石，有点危险，因为我们都是无面镜下潜。他已经觉得我好像什么都看得到一样。